首先，我们要在 MCU 上建立会议，为每一个会场建立用户名、密码和昵称，保证只有健全用户才能参加会议。开始时间既可设置立刻开始会议，也可设置指定时间开始，可以设置指定参加会议的用户，也可以设置会议主席密码，明确会议的参与者和指挥权，可以指定详细的音视频参数，作为参会终端的默认设置。简化操作，启动终端，按一键入会即可参加会议，按下一键抢麦可用麦克风进行会话，默认为自由会议，所有会场可自由发言，如果与会方较多，自由会议容易混乱，建议升级为主席会议。登录终端网络管理界面，点击申请主席，输入密码成为会议主席，主席点击邀请入会，在列表中选择要参加会议的分会场，逐一邀请入会，主席点击主席同步，让所有会场看到的布局和画面都和主会场一样，便于沟通。主席发言时可切换到主席主讲模式，大家都看主会场，而主席可以查看任意分会场的画面。主席点击切换模板，选择合适的布局方案，再选择要看的会场画面，通常选择二分屏，同时显示发言人的画面和讲稿，最多可选16分屏，同时显示16个会场画面。更多的会场可点击视频轮询功能显示，设置定时显示剩余会场画面。主席会议下，每个会场都有摄像头的主画面和电脑辅流两个选择，点击消除红杠即可观看。主席向发言的会场授予发言权，点击消除红杠开始讲话，发言完毕。下一个会场发言，主席把会议画面、电脑辅流和发言权都切换到新的会场，如此重复直至所有会场发言完毕。开会过程中，主席可以对任何一个分会场进行远程管理，包括云台操作、参数调整、踢出会议。主席可以发布会议横幅，显示在画面的顶部，支持中英文。滚动消息，显示在屏幕下方，支持中英文，并设置字体大小、颜色、位置等，可查看网络情况和收发码流，以判断会议参数的设置是否合适。会议全过程只需管理员在主会场操作网络界面，分会场只需把系统电源打开，保持线缆正常连接即可。